二战期间空军作战嘛，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英国军队的这个飞行员呢，他们啊投中目标的这个几率呢特别高哦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就去调查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和饮食，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英军的这个空军的这个队伍啊，他们给飞行员的这个菜谱里面呢就有这个越橘果酱。深入的去研究，就发现哦，原来这个越橘可以改善眼部的微循环。那么整个这个眼球周围啊，包着几个大的密密麻麻的微血管。嗯，我们这个眼球啊，它因为要看东西，所以它前面不能有血管挡，所以啊，它都得是透明的。那这个眼球这个血液靠什么？那就是靠这个循环，这个血液里面的养分分泌到泪液里面来去营养我们的角膜啊。然后你看这个眼球，它鼓成一个球状，那是靠什么？我告诉大家，它是靠里面大部分的一个叫玻璃体。撑着这个眼球哦，哎，那个玻璃体里面也不能有血管啊，有血管你眼前也是有管子的呀，是的，所以那么玻璃体的营养从哪儿来？也是从这个眼球周围的这个营养供给过去。而越橘呢，它呢是可以改善微循环，重点在这个眼部。